双鱼座、巨蟹座如鱼得水的相加搭配，是感情世界里最敏锐的两个精灵。双鱼座成为一生灵魂伴侣的几率最高。第二名天蝎座，两个蝎子互相对视，但并不轻易发起攻击，因为对对方的了解让他们惺惺相惜。可是敏感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让你们担心无法互相取暖，也许知己这个词更合适些。第三名金牛座、处女座，安全感和笃定的信念是敏感的天蝎座最稀缺的。暴风骤雨的洗礼会使你们更加坚定的在一起，但是金牛座的固执与处女座的挑剔仍然会让需要抚慰与重视自尊的天蝎座男人感到不时的孤独。第四名摩羯座，高手过招让你们更加尊崇对方，是强强联手的组合。但是天蝎男并不甘心被指挥，权力与支配的角逐是永远停不下来的游戏。第五名白羊座，虽然你们都是野性的生灵，但却不是心有一同所向的物种。不要想简简单单的就能驾驭他，因为在他的心中也是时刻想驾驭你。第六名射手座、水瓶座，自由的气息让并不洒脱的天蝎男人深深迷恋。天蝎座的深度与坚韧与射手、水瓶的博大相得益彰，即使看上去像两条不会交叉的平行线，但你们却是探索人生的最佳拍档。第七名狮子座，光芒与火热的搭配常常瞬间激情四射，当温暖的阳光照亮他内心的抑郁，回报给你的是专一与尊重。但是在阳性力量的较量中，分出胜负之日也许就是分手之时。适度收敛狮子座耀眼的光芒是天蝎男内心最希望你为他做的事。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